实话了。那不本来像那种就是在泰国那种街上随处可见的比基尼吗？好吃，那面好烫啊，超级无敌烫，还有我准备下个月带我爸妈去泰国。啊，好远，很近。广州跟泰国没有那么便宜。广州去哪里？海口来跟泰国好远的。没有，海口叶子姐姐搬什么？好远的。你要这样子，坐高铁。不要。行，那你坐飞机。小孩子也要买票，好像。没有，买票。不要吧。小孩子好像不要吧。几岁啊？3岁半。超1.2米吗？1米都没到。那不用，那半票而已。对啊，半票啊，半票啊，9.8。那半票而已。老婆说你胸上长什么？这么大。谁？我跟谁英文交流？最好不要，开车不要，开车很不方便。你要扔刘备的米那个吉祥物，在那个关口你就得等好几个小时，因为现在车很多。我在万宁，没有在泰国，泰国要下个月。这两杯是都还没喝是吧？随意啊。哎，我操！你的吃饱了吗？还没开始呢。嗯，我这边太卡了。对，我以为你们每个人碗里打一点，这么大。我吃完了都。昨天打包回去的东西有吃吗？没有。太饱了。对，在海南，我来拍店里的衣服。操你妈，卡在飞起。